新巴城巴引入全港首部雙層電能巴士，最快在7月載客。巴士以藍色為主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啟動儀式，聽取介紹之後登上巴士參觀。巴士配有79個座位，最多可以接載113名乘客，載客量比傳統的柴油巴士少，電池配置在下層的車尾。下個月會到訪各區俾市民參觀，最快暑假在城巴的 5B 和 22M 路線載客試行。巴士公司7月會引入另一款的雙層輕能巴士，測試之後再決定採購哪一款和數量。電動巴士、電能巴士的續航力是多少呢？其實現在我們在未測試就很難 去講實的，因為這個續航力很取決於究竟有多少載客量，天氣是什麼情況，在什麼路段去行駛，譬如你行長途的跟這個在市區行又會有不同，譬如在平地行跟上山落斜又會有不同。所以我們現在給一個比較保守一點 的數值，200公里。那我們完了每日的行程，我們回去廠房我們需要差2.5至3個小時，那就可以配合到我們整日的運作。